大家好，夏天的温度越来越高了，大家的盆栽都还好吗？其实最让人害怕的时刻已经到了，那就是虫虫危机。在台湾是一个高温潮湿的环境下，其实避免不了总是会有一些害虫来危害我们的植物，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来提一提粉介壳虫，这样子还有粉介壳虫的卵，这样子是不是非常的可怕呢？那我们就来介绍什么是粉介壳虫。粉介壳虫呢，大部分都是雌性的，应该是说雄性的较少，因为它们不需要透过交配来繁殖，只需要雌性的介壳虫就可以生出很多很多的小宝宝。雌性介壳虫在它的一生中可以产出100多只的小宝宝。听到这里，大家应该觉得非常的可怕吧？繁殖力非常的强盛。那粉介壳虫呢？它大部分出现的是在植物的叶面、叶背、茎叶跟枝点的交叉处。粉介壳虫的爆发时间呢，一般来说是每一年的4到6月，也就是这个时候，是一个高温潮湿的季节。那它是如何伤害我们的植物呢？一般来说，它是用侧吸式口气危害我们的植物，也就是像是咬住吸血不放的这样子伤害我们的植物。吸食过多呢，就会造成我们的植物叶片枯黄，然后容易造成畸形，叶片萎缩，甚至会导致我们的植物死亡。另外，我们就来说说粉介壳虫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一般来说，粉介壳虫它是有帮手的，那就是蚂蚁。蚂蚁呢，通常会在粉介壳虫跟蚜虫之间盘旋，那是因为蚂蚁非常喜欢粉介壳虫的蜜露，简单来说就是它们的排泄物。它们甚至会帮助粉介壳虫翻移到植物的身上，让它们吸取更多的植物，甚至驱逐它们的天敌。我们可以说粉介壳虫就是蚂蚁的乳牛。所以家里如果盆栽出现蚂蚁的话，要非常的注意跟小心。看看到底应该如何防治粉介壳虫呢？我找了相关的资料，在请问植物医生植物病虫毒健康防治的书籍中呢，有讲到两点。一个是牙刷清洗法，物理治疗用废弃的旧毛牙刷刷去将附着的介壳粉状物全部清除。接下来呢是邮寄制洗法，害虫的体型呢通常都很小，铺成一层薄薄的油膜就可以将它们自洗而死。那这边的配方呢是使用10ml的橄榄油、10ml的洗洁精，加1000cc 的水下去做调配，每3天使用一次，连续使用3次，就可以大大的降除，这样就可以大大的降低粉介壳虫。除此之外，我在这边也建议大家可以去检查大家的植物土壤是不是有相同的受到粉介壳虫的侵入。如果是的话，这边建议大家可以将旧土丢掉，换上新土，这样子对植物也是会比较好一点的。在这边呢，我另外要补充说明，其实粉介壳虫呢不只是在台湾危害的病虫，它其实呢已经散播到世界各地了。那在欧洲的西班牙呢，他们的粉介壳虫大致上呢是跟随着进口香蕉而来，所以呢危害是非常大的。在国外的网站它有说到两点，我觉得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一点呢就是平时我们要去注意植物的健康，因为植物只要够强壮，其实它多多少少可以自己去抵抗外物的侵入，就是毕竟这是物竞天择，如果你自己不够强壮，就算我们再怎么帮助也是没有用的。第二点呢，就是在高温湿热的季节，我们应该避免过多的浇水跟施肥，特别是氮肥。粉介壳虫非常容易被氮肥所吸引，所以在高温的时候呢，其实植物都已经进入休眠的期间，我们可以降低施肥的频率，